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人工智能馆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前几天突然就被 ChatGPT 刷屏了。去年年底 ChatGPT 用户数刚破100万的时候就火了一阵，但显然这次更加出圈，几乎我关注到的所有账号都在讨论 ChatGPT， 从讲述它有多么厉害，到它能做什么，到它会如何颠覆世界，这一应俱全啊。大家怎么看 ChatGPT？ 欢迎打在公屏上分享。事实上，聊天机器人这个类型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聊天机器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第一个聊天机器人 Elisa 由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创建。 Elisa 被设计为自然语言处理的概念证明，并利用简单的模式匹配和响应来模拟与人类的对话。 Elisa 的设计基于心理治疗师的概念，采用简单的基于规则的系统来确定适当的反应。当用户输入声明时， Elisa 会识别关键词并回答相关的后续问题，从而产生实际对话的错觉。尽管 Elisa 很简单，但它很快就引起了轰动，用户与聊天机器人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甚至向聊天机器人透露了个人信息。在 Elisa 诞生后的几年里，出现了其他聊天机器人，比如1972年由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肯尼斯·科尔比开发的 Perry。 Perry 旨在模拟与偏执狂患者的对话，使用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创造一个更真实的对话。 Alice 是人工语言互联网计算机实体的缩写，由理查德·华莱士于1995年创建。Alice 被设计为构建对话式 AI 系统的开源平台，并使用人工智能标记语言 AIML。 与 Elisa 和 Perry 不同， Alice 的设计更易于访问和直观，允许用户创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并定制响应。2000年代初， AOL 和 MSN Messenger 等即时通讯平台开始流行， SmarterChild 等聊天机器人开始提供快速简单的信息，如天气和股票更新。 SmarterChild 是最早集成到即时通讯平台的聊天机器人之一，并迅速引起轰动，数百万用户依靠它获取信息和娱乐。2007年 iPhone 的推出和 Siri 的推出标志着聊天机器人技术的一个新时代。 Siri 被设计为个人助理聊天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进步提供更复杂的聊天机器人体验。使用 Siri， 用户可以通过对话界面执行各种任务，如设置提醒、发送消息和进行搜索。这几年聊天机器人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各个行业，如客户服务、医疗保健和电子商务。公司使用聊天机器人提供全天候客户支持，并改善整体客户体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聊天机器人变得更加先进，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如医疗诊断和财务规划。那么 ChatGPT 相比过去的聊天机器人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这上面大约700字的聊天机器人历史，就是我让 ChatGPT 帮忙写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动。相比过去的聊天机器人来讲，这确实称得上非常强悍了。当然，部分自媒体言之凿凿各种行业就要因此失业了，我觉得还是为时过早。因为最近老有朋友问我，怎么看待 ChatGPT 它都能生成文案了，你压力大不大？或者它能不能提高你的效率，颠覆你的工作方式等等。我的看法是，至少在我自己的创作过程里，它对我的帮助还是很有限的。对我来讲，做一篇稿子写从来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查阅资料，理解并构建自己的观点。 ChatGPT 是非常强悍的聊天机器人，但它还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AI，无法真正像人类那样思考。比如当我告诉他我需要一篇关于聊天机器人发展的历史时，他给我的文本就很死板，缺乏很多我需要的细节，信息含量还远没有超过我自己本身的储备，可以说是高级版车轱辘话。所以我还是需要去查阅资料，看一些论文，了解聊天机器人的关键节点和技术区别，比如第一台聊天机器人 Elisa 的运行模式等等，然后再回到 ChatGPT， 告诉他我需要的是一篇详细叙述聊天机器人历史，并且包含 Elisa、Perry、Alice、SmartChild 还有 Siri 的文章，于是才得到了上面的信息。很多人认为受 ChatGPT 威胁最大的是搜索引擎，这也是为什么谷歌和百度都立即发表声明要推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但至少现在来看， ChatGPT 还无法取代搜索引擎。一方面来讲，使用 ChatGPT 的方式与使用搜索引擎的方式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另一方面来讲， ChatGPT 使用的语言库还是2021年的，所以现在发生的许多事他还不知道。比如你问他梅西是否获得了世界杯，他会回答没有啊。不过当他与搜索引擎进行结合，效果就不一定了。最近微软刚刚宣布最新的 Bing 整合了 ChatGPT 的 AI 功能，并且使用的还是 ChatGPT 采用的语言模型 GPT 3.5 的升级版。可惜我并没有抢到预约资格，所以也不知道 AI 与搜索引擎结合后用起来会是啥样的体验。毕竟搜索引擎这么多年来都毫无改变，谷歌占据全球 90% 多的市场份额也已经很久了，有新的可能性出来总是令人兴奋。而微软可能则是 ChatGPT 爆火后的最大赢家。上一次 AI 如此出圈还是因为 AlphaGo， 而制作它的公司 DeepMind 则属于谷歌。虽然 AlphaGo 以及 DeepMind 后来在 AI 方面的成绩都令人惊喜，
但相比 ChatGPT 的爆火，显然在商业应用方面缺乏了一些想象力。我不是科技博主啊，对技术不算是很了解，所以我只能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目前火爆的环境来看，真正需要 AI 聊天机器人的，我觉得还不是普通的消费者，最为兴奋的其实是资本市场和各大科技巨头。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 ChatGPT 乃至 AI 聊天机器人这个概念的火爆，这几年并不少见。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元宇宙、Web3.0 还有 NFT， 在之前还有 5G、VR、AR 等等，当初都很火爆，都是当时最前沿的探索方向，但今天声量都小了许多。不是说这些概念和技术没有发展没有用，我相信这些技术都有在进步和改变一些东西，但是放在消费端给人的感受就不是那么明显。离当时各大媒体声称的像互联网改变世界、像 iPhone 改变移动互联网这样的等级似乎还差很远。我之前是经历过 VR 行业的，2015-2016年一度被称为 VR 元年，随后不到一年就偃旗息鼓，前年又是元宇宙元年，Facebook 改名 Meta 以后，虚拟世界的概念又开始大热，结果大家回头一看， VR 硬件这几年就是参数上升级了，一些根本的问题该解决还是没有解决，和几年前没有本质区别。前段时间 Pico VR 还狠做了一波营销，结果也没有翻起什么风浪。还有 5G， 因为查资料的关系，看过太多关于 5G 能带来怎样多变化的文章和分析，虽然说的都模棱两可，但我总觉得等用上了 5G 总能看到什么变化吧。现在我自己也用 5G 了，但依然没有搞清 5G 在民用端带来了啥，当初畅想的颠覆性的场景似乎一个也没有出现呢。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觉得换了 5G 以后没有什么区别，似乎就是网速变快了，但也没有什么非用不可的感觉，去到餐厅依然要问你们 WiFi 密码是多少，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套餐变贵了。我再强调一遍，我并不是否定这些技术和概念，我相信他们是最好的，背后的投入是值得的，未来会种瓜得瓜。我说的是一种落差感，是被许诺了各种改变世界的东西，几年后一看却没有什么感觉的落差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上次和朋友聊到 VR， 我说我觉得现在 VR 行业或许是蒸汽时代，确实是通向一个确定的目标，确实是生产力比过去有所提高，但它还是有很多不可解决的缺点，比如不会有人能忍受带着这么重的头衔几个小时，所以最终达成目的的或许会是另一种东西。这种蒸汽时代或许还存在在很多行业中。那么怎么去定义或者判断这项技术概念是不是能做到颠覆性呢？其实压根就不用特意去判断，因为那些改变人们生活的技术根本不需要各大媒体去写长篇大论来告诉普通人有多么好，定义权就掌握在大众手里，大部分人会自然而然受到这些技术的影响，以至于没过多久就会觉得没了这项技术生活都变困难。细数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技术进步几乎都是如此。那像元宇宙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会流行呢？为什么似乎每年尤其是年初都会出现轰动一时的科技产品呢？我认为是资本市场特别需要它们呢。众所周知，全球移动互联网的红利都已经吃完了，增长早已见顶，各行各业能被互联网改造的基本都被改造光了，以至于今天你再想找个什么领域创业，发现似乎都已经被人干过了。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来创造新的需求，制造新的机会。不要小看这件事儿，其实这对我们都是有利的，有了新东西，投资机构才有了新的目标，科技公司才有了新的项目可以做，同时又能提供新的工作岗位，我们自媒体是吧，又有新的话题可以讨论。所以当 ChatGPT 迅速突破这么多用户的时候，才会让人不遗余力的去追捧，去炒热聊天机器人的概念。看到谷歌也马上要推出自己的聊天机器人，很多报道就说谷歌急了，我觉得这完全夸张了。 ChatGPT 最终能做到哪一步都是个问号，也没有抢占什么 AI 市场，新版必应效果如何都还待定，谷歌急啥呢？我倒是觉得不少科技公司应该会高兴，如果 ChatGPT 真能开拓出市场，走出商业模式，那自家先前投在 AI 上的巨额费用总算也能回点血。至于 ChatGPT 是不是只是一个人造的伪风口，我和从事 AI 行业的朋友聊了聊，也觉得很是矛盾。相比元宇宙这种虚头巴脑的概念， ChatGPT 显然还是更务实更落地许多。第一是它的用户量就摆在那儿了，短期内确实不可小觑。第二是它的商业化之路也很明晰，订阅、收取 API 费用以及和微软的深度绑定合作似乎都有赚钱的可能。第三还是因为技术确实强大，给人感觉还是相当智能，不然也不会这么快有那么多的用户。不过它跟之前的那些行业也有一些共性，第一它的技术不算是革命性的改变，底层逻辑没变，算得上砸钱大力出现的奇迹，和人类梦想中的 AI 肯定是有很大的距离的。第二我自己使用几天的感受是还没有到非用不可的地步，事实上，这新鲜劲儿过去以后，我已经懒得使用了。即使当做个人助理，功能似乎还是太简陋了，只能等使用它语言模型的其他应用出现。但我用的过程中，倒真的发现一个很好的使用场景，那就是练习语言。比如你要学习英语的话，对着这么一个强大的 AI 聊天，显然比找一个一对一外教对话成本要低多了。
并且啊，对着机器要比对着人的羞耻感小很多。不管如何，我也很好奇 ChatGPT 到底是会真的引领一场 AI 对行业的颠覆，还是会在年底的时候就再无人问津。既然有了新趋势的苗头，持续去关注新东西总是没啥问题的。等到年底，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今天发生的一切，也许会更加有意思。消费、商业、洞见，尽在 IC 实验室。我是关照，我们下期再见。